知咩事啊？咁點零一分？都幾耐嘅，4:09完嘅。好似話聽日我記錯咗，原來聽日先係天后誕，因為聽日係農曆3月23。天后誕佢話會落大雨嘅，咁但係基本上係咪好掃興咧？如果每次天后誕都會比較熱啲嘅，咁但係唔知係咪準嘅？舊房聽我補課，我份功課已經做完啦，今日 S 都寫咗幾堂，因為我要知道佢點樣寫。你真的不用擔心啊！聽日都已星期一去，你都睇下唐華去呢個平山體育館，佢都知道點樣去。上次都講咗啦，呢個平山體育館就喺天水圍西站隔離嘅啫，咁即係話你只需要出到去之後嘅過馬落去天氣站，而且行經西通去西列站出口嗰段路，我記得嗰度好似係 C 出口嚟嘅。即係 出口定唔知咩出口咧？然之後行過去，經過上電梯之後，再落翻去樓梯，跟住就見到平山圖書館，跟住落翻去自己平山圖書館啦。即係意思係話可以講得清楚咧，就喺各一位中學隔離嘅。我陣間就走去跑步，我哋都想順便做下 sit up。咁我做 sit up 嗰時應該要注意到咧，就係嗰張身份證唔可以袋袋度，因為做 sit up 嗰時會騰咗張身份證出嚟。因為琴日已經試過一次，行到天盛街市，竟然冇個褲袋，原來身份證原來跌咗，跟住翻返去 sit up 嗰位，原來喺嗰度，我早冇俾人攞走嘅，因為俾人攞走咧就佢身份證唔知去邊嘅就冇失。可能佢會唔係，如果你冇身份證都要留意嘅，因為嗰啲差人多會查身份證。如果你冇身份證嘅話，就要去差館。如果你已經15歲以上，上次之後有經驗嘅，上次唔知有無端端俾人查，身份證嘅，但我又冇做衰嘢，我又冇鬼鼠。成日見到咗阿三，我就已經話黑社會點睇？咁啱嘅，以個角度嚟講，黑衫褲真係黑社會好似。咁但係唔好喺度以貌取人啊！其實件衫黑色都唔代表黑社會啊，因為唔知點樣講都唔知啊。
下嘢先啦。又可以知道一飛沖天。耶！爆了，真是很好，有經驗的，前幾天玩的時候又是這樣飛上去，然後當過回來的時候忽然間的車爆了，就是這個意思，因為其實那車它當它反轉的時候它會扣血，而且你想像一輛車其實這樣高速轉下來的時候它都會即刻爆的，因為佢好似一架飛機，如果墜落嚟嘅時候會爆啊，即係好似正如一架車咁樣墜落，即刻爆上去，即刻有經驗，即刻攔落車船。現在那個《復仇者聯盟4》這個中國之前，現在很多人都去看，因為有看過《復仇者聯盟》，那些人應該會知道的，你看完《復仇者聯盟3》，你就會看《復仇者聯盟4》，因為最想看的結果是怎樣。然後我看了 Facebook 之後，都有很多人就透露劇情很掃興，甚至看過戲院那個場次大部分應該是主要佔了 90% 都是播這個《復仇者聯盟4》中國之戰的 2D、3D 版，即是說10個裡面就有8個已經是《復仇者聯盟》，因為個個都想知道最後是怎樣的。